在五角场创智天地，2018创智天地快乐同盟活动也吸引了大量的孩子与家长。创智天地下沉式广场变身成了遛娃圣地，创意满点的项目体验，有趣多样的亲子互动，精彩绝伦的舞台表演，让孩子们应接不暇，也让家长乐在其中。您瞧，这里正在举行的就是小小特工训练营，在教练们的带领下，孩子们正在学习基本的篮球技能，带球绕桩、带球过顶、并腿跳篮。篮球的一些训练基本动作被教练分解成了一个个小游戏，不少孩子一通玩下来，很快就掌握住了技巧。脚要像墩子样子一样跳过去。好玩不好玩？还想再来一遍？想。都说文体不分家，只满足孩子们爱动的天性可不够，现场还设了时刻为他们敞开的舞台，让有表演欲的孩子们能上台来一展身手。无论是舞蹈、绘画还是音乐，一个个展位玩过来，孩子们体验了一场游戏嘉年华。而对家长来说，则可以从孩子们的喜好与擅长中探索如何在未来开发他们的潜能。